你每一位拢是今日对我来讲上重要的贵宾，长辈时代好朋友。我是芝杰，大家的千安万好，曾芝杰，大家的千安万好，祝福大家。谢谢。真不甘，予恁对两点外就坐伫遮，日头遮尔大，伫遮晒日。芝杰，甲恁同款，我坚持无爱戴帽仔，我嘛要甲恁做伙晒日头。我要予所有乡亲士大好朋友知影，我毋是啥物千金大小姐。我是一个邻家女孩，讲到要做工课、要食苦、要吹风晒日，我拢无问题。只一次政治的动荡、家族的期待、甲咱拥有家族的期待，搁有咱台南市所有的东区的市民朋友对我自己的期待，我要向大家现场所有的贵宾报告，我曾芝杰已经准备好啊。面对搁剩62天东区市员的选举，芝杰无咧惊，我会勇敢向前行。啥物党对我来讲拢无重要，因为我是永远徛伫人民这一边。恁讲安尼对唔对啊？我甲所有咱的贵宾、长辈时代做报告。面对这一次的选举，我的弟弟甲对我咧讲，讲啥物靠霸主。讲某名候选人甲总统在翕相，甲市长在翕相。我甲你讲，我有林志玲的 EQ， 虽然我无比伊较水，嘛无甲伊同款水，但是我的 EQ 甲林志玲差不多。我不要紧，我今仔想要甲我爸爸翕相，因为我做教务，有一个老爸，伊遮用心甲我栽培，我是安怎袂当甲伊翕相？安尼对唔对？天公伯给我一个这么好的老伯，所以我很感恩。我要向大家贵宾、长辈时代做报告，未来我一定会认真打拼。我有把我的爸爸顺良跟我的弟弟信凯，甚至我的妈妈平霞讲，你都不用不甘我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跟我自己说，无论如何，我勇敢，我坚强。第二回，我秉持着阮爸爸文件有魄力迄个精神，伫做人处事，我秉持着阮弟弟盛开少年人迄种谦卑、甲骨力、好养成。行入来遮的时阵，伫两边，大家对我喊：“芝杰加油！芝杰加油！”遮长辈时代好朋友，遮贵宾，我绝对袂予你失望。但在现场，把我的好姊妹凯奇、Tiffany 唱歌，祝你美娟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默默的在背后支持我这个女孩子。我跟你讲，有足多人讲，你竞选总部成员迄一天，你还讲我较感性呢，你还流目屎，你还哭，因为咱别人拢伫台顶哭到乱七八糟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是真情的流露，我无想要哭，因为我要让你知影，你选的候选人是心甘情愿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担当，安尼对唔对？非常的感动，内心非常的感动，看到我17年的政治生涯一路行到今，我已经退休将近要4年啊，大家还佮顺良啊记条的。这点的情，我永远无法当忘记一日。啊，今仔日，就是我的查某囝曾芝杰竞选总部成立的大会。恁拢知影，4年前我要退休，把这个政治后悔交我后生曾庆凯。啊，我即摆伫外口甲行甲听，大家拢讲阿凯啊。做甲遮好，是安那要摕落来，啊要换芝杰。我需要用一个30秒的时间，甲大家报告。因为我后生，大家拢知影，伊不但真有礼貌，而且对百姓的热情，甲伊的文静的精神，大家都学了。行到地，大家学了到地。但是时间变化，因为俺大家拢有囝儿时势，阿凯已经做阿公啊。伊三个后生，
大汉后生21岁，第二后生20岁，细汉后生17岁。啊，这囡仔呢，拢会叛逆，啊，无啥物读册。啊，有当时，你知影做民意代表，透早爱走场，中昼下昏拢爱走场，无法度通管顾个个家庭，爱嘛毋知影要安怎，做甲很没有无力感，足无无力感。啊，想讲哦，啊个头路啊做甲哩哩啦啦，无法度通专心。经过家族个会议，我甲阿凯讲哦。你爱去高声你的阿姐，甲你的阿姐讲，叫出来打这个蛋蛋，延续爸爸教你所传落来这个服务团队，互伊带领，搁再为咱台南市，尤其是大潭区，搁做较侪代志，搁为咱所有的市民做较侪优质的服务。所以，我家族会了，就是来换阮查某囝。